有人说他的演讲像讲古，因为他有非常善于说故事的能力，边演边讲的生动表达，以及让人会心而笑的幽默感，使得听他的演讲真正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。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名嘴刘灿良教授。其实刘教授更擅长的是古学今用，能够借由历史经验的启发，帮助我们来解决现实的问题，尤其是运用在经营管理、沟通谈判层面上，他融古会今，运用其历史材料更是如鱼得水，驾轻就熟。更难得的是，拥有美国乔治亚大学管理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刘教授，更能结合西方最新的思潮，因应时代脉动，提出解决问题的真知灼见。目前在淡江大学气管系气管所执教的刘教授桃李满天下，有言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学贯古今中外的刘教授，他的演讲一定让您耳目一新，拥有非凡卓越的人生。句话，大兵先未行，什么先先？哎呀，大兵欲动，粮草先行啊！粮草没了，三十几万大兵吃什么？章邯退了，你看这一战，项羽赢了，是巨鹿之战，才解了赵国之围啊！解了赵国之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同样这一年，公元前零八年，楚怀王就宣布了，既然解了赵国之围，就宣布了。你们两个兄弟刘邦跟项羽是结拜兄弟，来，哪一个年长？刘邦年长是大哥，你们兄弟两个啊，伐秦，谁先入关者为王。项羽往北走，往河北走，刘邦往南走，往河南走，项羽走赵地，和这个刘邦走韩地、魏地，一路下一路下，所以项羽对的对手是章邯，那刘邦的对手呢没那么强，他运气好啊，所以一路下到了颍川。我们刚刚讲过，韩王曾在颍川经营了一年了，马上迎刘邦进城，一路顺得很，也没什么抵抗，就一路去一路招啊。最后在河南南阳才跟秦有一个比较大规模战争啊，刘邦打赢了，一路到了宛城。河南宛城关键点了，下宛城下去就陕西了，很快了，马上就是武关，武关里面就是函谷关，就进咸阳城了。所以秦国也不是傻瓜，后面这几个关有重兵把守，尤其宛城怎么办？刘邦强攻三天打不下来，问张良，问军师，哎呀，这强攻不下，我在想是不是这样，干脆宛城不打了，我就绕过去直取武关，你看怎么样？直下直接到函谷关。张良说了，哎呀，沛公，这个行不通啊。为什么行不通？宛城的部队是很强的，你绕过宛城取武关跟函谷关，越往后面秦军越多越强大，你就打得很辛苦了，宛城部队在出击，那你不腹背受敌了啊？何况越往后面秦军越强，你根本没办法跟他正面对抗，只能靠这个打。何况宛城一旦拔下来，你就没有后顾之忧啊。哦，那怎么打？张良说，这样好了，我有一计。你突然部队你已经调离了，偷偷再调回来，宛城以为你走了，守将以为你走了，临时再调回来。记得赵多加五万个旗子，全满山把它插满，让宛城误以为哇，刘邦兵这么多啊，
再让李一基带2万两黄金进去收买，啊，我知道他们是旧交，应该可以成。就这样，果然收买了宛城的守将，投降了，开城投降了。一来是惧怕看到满山遍野的新旗，哇，你们兵这么多，这打不一定赢啊。第二，来劝降，还保障他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，还保证可以当官。好，哦，同意了。张良说：“宛城这个地方人口密集，粮食丰富，拿下宛城，顺便征兵。征兵知道吗？《孙子兵法》讲阴粮于敌，打到哪里，兵征到哪里，难听点叫抓到哪里了。兵就征到哪里，粮食征到哪里。就这样，在宛城，刘邦一下子募兵，募到2万多人，增加2万多人，粮草够了。”一路往西进函谷关到武关去了，啊，如法炮制，还是用一样的方法，在带钱一路收买，啊，一路怀柔一路收买。函谷关的守将这个屠夫的儿子，贪而无厌呢，也知道秦朝保不住了。一听刘邦愿意给他这么好的优惠，啊，20万两黄金，哇，正好啊，投降了，部队调出来了，跟他一起进咸阳。等部队一出来，刘邦一进关，张良告诉他：“你不能换，不能让秦国部队回去呀！一旦回去，他们都是秦人，会保护咸阳。既然把他兵调出来了，半途突击，啊，无毒不丈夫，对不对？哎，敢恭候我嘞？你出来，我那给你20万两黄金，什么都解决了。没想到一出来，张良告诉刘邦突击。”突击了，啊，连守将都把他给杀了，什么给20万两，就这样拿下函谷关，就进入咸阳城了。孺子婴投降，啊，秦始皇的孙子孺子婴投降，他杀了赵高投降。刘邦到了那里，部队驻扎在坝上，第一次进秦桓宫。我们都知道刘邦的出身是什么？亭长，富农。家里很有钱，刘邦这家里很有钱，啊，他不是官二代，他是富二代，土地很多，啊，又当了警察局局长，亭长是警察局局长，刘邦这个人是这样子，交友广阔，当亭长的时候跟县委书记很好，跟县长很好，哎呀，跟上面都很好，跟黑道呢，哎呀，巴里巴里都很好，所以他这个警察局局长很有意思哦，从屏东警察局调高雄警察局。所有黑道朋友就说：“哎呀，大哥到高雄了，我们就到屏东去偷吧，不要在高雄给他麻烦。”你看，他调回屏东，部队就不这小偷跑到那边去偷，反正刘邦调哪绝对没有犯罪，跟他起义这一票都是樊哙杀狗的黑道，都是一大都黑道跟他跑，所以我告诉各位，在社会上要安全。走路走斑马线，黑白黑白黑白，所以黑白两道的朋友都要有，才叫斑马线，懂吗？不能只交白道，也不能只交黑道，两道你都得有。刘邦是两道都有啊，朋友多呀，各位啊，所以刘邦坦白讲，虽然是富农，可是他不是上层社会的人，他是下层社会的人。从来没有看过上层社会的生活，第一次进秦皇宫一看，醉了，哇，这水哦，哇，这么漂亮啊，啊，一看宫里面女孩子成群结队，哇，这么美啊，啊，要命啊，各位，刘邦猛擦口水啊，啊，跟女孩子玩起来了，抓起来了，你看，哎呦，不想回家了。樊哙一看，大哥呀，你不能这样子啊。你来干什么的？刘邦说：“哪下了，这是我的了，来干什么来享受啊？”哎呀，樊哙怎么劝，张良不听，这个刘邦不听，怎么办？跑去找张良，他知道刘邦是听张良的，跑去，哎呀，张良，子房先生啊，这样危险啊！我知道，子房先生，我知道，进去了。这个刘邦很奇怪，一看张良，本来是在抱女孩子的，一看不敢抱了。这个人之仁义无可以无，很奇怪的啊。